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依据和本国疫情实际，执意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歧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。中方根据相关国家采取对华歧视性措施的实际情况，作出对等反应，既是维护本国公民的正当权益，也是为了维护国家间正常交往合作的必要环境，正当合理。 坚定执行该入境政策，采取了相应的对。我们采取的措施完全正当合理，我们也再次呼吁相关国家秉持科学原则，科学适度的来制定相关的防疫措施。 中方也会为游客前往这些国家旅游提供更多便利，增加中国往返上述国家的直航航班数量。我们也会提醒他们做好行前自我健康管理和监测，确保健康出行、平安出行。 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，不是地缘博弈的竞技场。中国是各国合作的伙伴，不是任何国家的挑战。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，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、信任与合作，不应制造假想敌，更不应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亚太地区。 我们希望美方有关人士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，从美国自身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出发，同中方相向而行，推动发展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。谢谢。